等一下，口罩拿起来，挥手一下，挥手一下。他们哥哥，但地波啊都无看呀。好，拍一下，微笑，对，微笑。微笑。露露笑脸吼。人家无。到了买啊，露露笑脸，早安。三千的就水啊啦。冻龄吼。老妈讲，讲，讲，你要，你要无讲白啦？你要对我？要对我爱找有腰啊？我嘛，真的吼，我逐天拢在拉筋呢。老妈讲，好，等一下呢，要来做凉拌。木耳，龙眼，但你这整个龙碎啊！等一下是春丽老师要教大家做这个项目是什么？凤梨木耳凉拌，所以做到好大概几分钟？嘿啊，所以如果拌一拌的话，三分钟直接完工。所以我们这个志工妈妈都是要来帮忙，对不对？如果经过你们的手，可能一分钟就完成了，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姐姐，按你的 USB， 对，给我们那个先志工。谢谢。有杯水，有杯水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个。杯水，对。今天是分园站，我们华山基金会分园站的建站11周年的感恩茶会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会来陆续跟大家来引导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。